非常好，最近长肉了哦。我选举的时阵，伊阁写一百三万哦，伊讲陈子怡高票当选哦。对啊，对啊，谢谢哦，我们掌声热烈欢迎。第二位，中华文化、中华教育文化经贸总会长张永山张总会长，欢迎。第三位，现任金门县议员李养生李议员，你也很优秀哦。很多大型的活动都有看到他的身影哦。啊，第四位，金门时报社社长倪正厅倪社长，掌声热烈欢迎。金门时报的社长哦，啊，笔锋非常的锐利哦，我常常跟他学习了很多啊、哦。对，蔡秀雄你知道吗？哦，金门哦，为什么我支持不一样的声音？金门真的不能再沉默。其实我是商人，我是很没有时间的人。为什么跳下来参选？每个人啊，我稍微离题两分钟。我是跟郭台铭一样，我也是看不下去了啊！真的真的哦，咱金门一定要有无同款的声音。金门十年后到甚至二十年后的发展，如果我们现在停滞不前，我相信二十年后的我们都会汗颜，因为我们在最棒的这个壮年的时代，没有好好的为金门去做努力。我不是金门人。但是我很荣耀，我半个金门人为大家来付出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哈前县长的这个李柱峰，李前县长哦，你当初我无带你金门，但是我好一个囝家，啊，我看到他那时候在选那个，在帮那个欧阳燕木大哥在选那个镇长，那时候我就一直看哇，这个人很会讲话，所以我第一个认识的县长是李柱峰李县长，伊讲哦。路林就唔免加讲话，啊，我徛起来就是甲支持吼，啊，若看会使就甲支持，看袂使，咱阁继续为金门打拼，就这句话吼、哦，我投谁也不能抢，对不对吼、哦？很感谢你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李前县长很优秀的哈、哦，我在这里是也不能讲太多话的哦。那接下来哦，我们就。